晚上好，迟到了。小金币币，迟到了。我要退局又开，先去送订阅好了。哦，唱歌是会嘴啪的。我刚刚唱的那首送了没有喊谢谢啊？哎，骗我钱！我送的这个十分订阅，我哭了。不是啊，人家来这边也唱蛮多歌的，对不对？稍微给一点订阅很正常。稍微订阅一下很正常。他唱歌真的不错听，这个小金碧玉唱歌真的蛮厉害的。没有啦，什么叫此鱼送我了？我去送他。我自己工商有在赚钱的，所以我是拿我自己赚到的钱去抖内别人，懂吗？我是自己有在赚，有在接工商，有在赚钱。我是拿我自己工商赚的钱，我自己努力来的。等一下，现在怎样？谢谢阿 B。有人可以剪这段给仔鱼和妈谢谢。哇，太夸张了吧！谢谢阿 B。嗯。哇塞，好像很敷衍呢。算了，去抖音盒好了。